辉哥加油！回头一下，谢谢。OK， 拍到了。然后现在在尿尿。我现在在思考人生。收！快等一下，快点，快点！谢谢雨柔姐姐，今天晚上有新班次了。谢谢你，菲雷斯哥把他拉出来。走哦哦 ，man， 快点走高！哎哇，我微信那边就对了。又来，香港人，哎呦！鸟完就穿冬天。被喷一点水了。没有，船长拿来射我，不啊！感谢频道会员匠凯电机、胖老爹桃园国际店、卢家克咖啡手烘房、Hattori Raw Nurse、 红国科技、绿头鸭钓具、天云扁食赞助播出。今天天气好像不太好啊。看起来好像是，下雨了。对啊。在滴雨哦，越来越大了。下大雨了，我们这样今天在船上钓鱼吗？对啊，我突然觉得我擦的防晒好像毫无用武之地了。熟悉的早餐店最对味，但是今天雨下好大。那个雨用倒的呢？等下连上船都很困难吧。这个是咖喱的炒米粉。这是什么啊？椰糖奶油咖喱酱。哇，那个是什么？咖喱米粉。哦，咖喱。哦，所以它和在这个里面这样子吗？有很多种吃法，像 Alex 哥他直接加一个调料这样吃，然后他直接加调料吃哦，直接加调料，然后拉拉嘞这样吃是不是？哦，很补哎，这看起来很像虫的，好恶哦，像不像？卵虫，人家鱼会来咬。怎样 ？RP 兔好吃吗？没什么味道。那他们这个叫老鼠粉是不是？老鼠粉哦。辉哥加油！辉哥，回头一下，谢谢。OK， 拍到了。你知道爬起来了吗？有爬起来了，好可爱哦！起来嗨！要泡水好不好？我来讲一个，看他们听不听得懂。我之前听过的那个马来西亚人跟我讲的话，我问你哦。我这样讲，不知道你听不听懂，因为我之前有一个马来西亚的人，然后跟我讲一些话，他跟我讲说 ，Sorry 啊，哎，你的本身很 paper 啊 ，because my daughter 左运不了啊。我需要。他是英文餐。对对对。但是我不大会一明白。啊，你也听不懂是不是？因为我不懂福建语啊，我是客家人。哦。我问 Bibo 好了。Sorry 啊，你的本身很 paper because my daughter 左运不了。我要去厕所，因为什么？后面我太快了。我要厕所的卫生纸。正确答案是，对不起，我需要一支笔，还有一张纸，因为我的女儿画画用完了。哦，晚来是本色。本色啊。本色 and paper。哎，船长，船长听得懂吗 ？Sorry 啊，你的本色 and paper because my daughter 左运不了。他也听不懂什么意思。你还是讲中文好。他现在在尿尿。慢说，我现在在思考人生。阿辉哥，你好。我要先干一下人生大事。在那里啊、哦，所以现在要往那里飘吗？还是要丢过去？呀，好可爱，他被你吓到哎！啊，哎，中了！再放，哎，辉哥，先放什么在边？等一下，你要让肛门先收缩一下，是不是？我现在肛门很辣。肛门很辣。喂、哎，这个体型好。哦，这体型大只了哎。自己把它踢进去。
种。三只。Bibo， 这边后面中后段我觉得蛮咬的哎。嗯，我知道，我刚刚整群已经冲绳子里面了。哎，中了。走喽，走喽。结果，结果，结果。在上面，在上面，小心在上面。哎呀！哦，真的是在中上哎，在上面而已。马上！快快快快，下井壁，下井壁！哎，底下就有，底下就有，快点，快点来了！怎么看他？他看鱼探机的。哦。不，底部，底部。中了，中了。哇！还在吗？在海底。今天直接咬了，呜！我都还没到海底，它就咬了。找到找了中了，中了，中了，中了！是是是是，好了，中下，中下，中下，来了，来了，来了！哦，满弓吗？压狗，压狗，有有有有有有有，哎！哇，成功哎！哎，干干干！钓光了！哇塞，我可爱的鱼，我第一次一钩吃两个哎！快快快快！下底下底就中了！哦，很满很满很满！哦，你看我的杆子啦！哎，怎么弯成这样？哎，这个好大哦！哦，哇塞！这个好吃，这个好吃！那只是什么？黄尾鳍鱼就对了，比这个一堆哦。下去下去，下面的如果可以满都已经满了。我这有一坨啊，灰灰，十、十五，中中中中中。耶！我是要这样，谢谢。再深一点的二十左右。来来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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来，中了中了中了。大亨，怎么突然业配了？大奖开始！你怎么会？你怎么会？我他妈在越南每天都看你的广告啊！谢谢。来看，人家的鱼。我们去不是要订阅你了？要要要要要要订阅！村长有订阅我吗？有啊，我要退了。不要，先不要。我这么可爱，我只吵了点儿。你怎么开枪开不停啊？因为新人公平大奖开不停啊！哎，满贯大亨继续找我业配吧。你是很忙，看着鱼探机在那里找。真的。这也是你们一种放在那个。灰灰，二十二五，十五，二十二五。我感觉你们好忙哦。哎呦。你在里面帮我找鱼吧。哎呀！有抱等于没抱。今天是不是那些小鱼没钓完不走不走？啊啊！好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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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说干就干。来了来了来了，你看，咦，哇干！啊干！哎，是我的鱼。你没有 ？Yes Yes。哦，中大鱼了吗？啊 ！Yes！ 哦，你看底下好漂亮，好大哦！哇！红干吗？土托鱼。土托吗？我看。扁扁的哎。哦，对对，土托土托。哇！噔噔噔噔噔噔！呜呼呼呼！来，来一个，没有你来。这只也是吗？这只也是。啊！亲爱的，你在哪里？在这边，有的，现在还没来。真的假的？可是我杆子已经抄完了哎。再高点。
啊，好漂亮啊！哇，小心哦，那个鬼头刀掉起来危险。会转那么大，这个鬼头刀，好大哎！哇，好漂亮啊！对啊，飞哥今天爽了啦！哇，好漂亮！下面还是牌子，对啊，全部上来了哎。哇，走了！啊，好酷，这看起来好爽啊！飞耶！鬼头刀是很贪吃的鱼，是不是？对。他看到同伴都在被钓了，他还在旁边吃。没有钓到啊！你这样背包还没有钓到哎！背包。好。怎么那么触机？你看那个杆子。靠，钓到剩一只是？不是很丢吗？怎么只有一只？因为没有，它钓到剩一只，就丢到剩一只。都脱钩了。对。大哦。秒中。我接回来。谢谢。钓活饵吗？我没有钓活饵啊。我先去看一下他那个活饵，我们到底钓了多少？哇，好多哦，一缸水族箱。但是我觉得现在放活饵的机会。改换的活饵啊？对啊。哇，你看活饵。哇，所以要换吗？现在？都可以换。不放。放吧，开始。哦。到了。哇，中！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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收线。要猛的会锁住，吵了，破了破了破了，怎么不见了？打打再打，再补枪再打，红包还不是你？啊！晚上有红包钱了。就是我刚刚脱钩那只吗？是，不一样的。好漂亮！我觉得你刚刚那只真的很准。是我打不好吗？你如果收线收快一点，它就不会钻进去。哦，我收线收太慢，原来还有抢线这一步。这个杆在抖。抖一下，抖一下。没有了。哎呀，怎么不见了？没看好吃啊？刚才他抖抖，那个时候他就吃了。哦。哦哦你点这边背，里面收紧，收紧先。打啊打啊！哎呦，打太小力了。什么？谢谢，宝贝儿，我这一局就靠你了。宝贝儿，再见了，宝贝加油。啊！我扯一下，扎一下。哎，收收线，收线，收线，收收收。好掉了。哎呀，怎么了？跟他没有没有的选择。哎呀。对呀。手，剁手啊。哦。靠背。哈哈哈！傻眼嘞。靠呀。啊！手。哇！来吧。很弯，很弯。你哪里了？刚才你那只是鲤鱼啦，断掉了。哇走走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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好了好了，再收一下。哎，哇，这个台球关内用啊！哎呀，哇，好大！哇，好大！一百，哇！哦，你还比 Alex 哥大呢。你说哪方面？要讲清楚。说咬就咬。哦哦！顶顶顶顶高顶高收高高快！快点高！哎哇！新加坡马力。好。这好大只好多块呀！走走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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
子也太强了吧！躲回去呢，躲回去那边就对了。好了，打到他的脸。好了好了，不好那么紧，好了好了，哎呀，倒了。我扎到他的一把揪哎！哎呦呦呦呦呦，被炸哦，炸哦！去丢啊！去丢啊！去丢啊！他怕丢了，等一下轻飘飘回来。你好坏！走！走走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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！哎哎哎！哎呦，我差点被拉出去！搞不好有可能狙击哦。屁啦，那个重力不像。真的，哎呀，新加坡马力。好肥。这个可以放生，反正你们都说它不好吃。好吃。好吃。我看你是多大的脸，你们要听出来的。好了，这个就不用拍了。昨天是怎么冲的？我压根不记得啊！我知道了，这样啊，我要看你的频率才可以忘记了。对啊，昨天你们不是三个同步的吗？中中，北极丸中。喂，不错不错不错。小宝宝，那须断掉会死掉吗？谢谢。哦，蛮大的哦。还不错啦。还不错。钓起来大家都很紧张。我今天回哥一直中。哇，放掉了。哦，又有一只。哎，中了。也是小只的。这算很大了。昨天钓那个是超级大。哦，因为看过昨天了之后，就会觉得啊，臂膀也有哎。开始会咬了。嗯，开始会咬了。哦，这只不小。哦，辉哥这只也不小。哎呦！干，你还一直中两人呢。辉哥工作来了，洗船，要趁那个墨汁还没干的时候赶快出来，要不然它干了就 barbecue 了。不是，你准备留在这边帮船长打工了。中了，我这只大小，这只是怎样？大马之旅过后，以后不能叫他雨楼姐姐。什么啦？我是雨楼师傅。雨楼失掉师吗？我顶给你，有新干印度平山，连新加坡马铃都钓的比别人多还大。对，比别人大。哎呦！要放线吗？你放线。哇！又来又来又来，香港人，哎呦！干鸟啊，去船头钓。啊！皮包全湿了，下半身。整个裤子都湿了。干什么好笑啊你们？哎，还有一个人在睡觉都不会起来的，好厉害哦！啊？什么懒？好痒是什么意思？哦，好凉。哎，中。又来又来又来了！这每次都是我被喷嘛！昨晚才叫你们不要拿上水面。哈哈哈哈哈！哈哈哈哈哈！被喷一点水了。没有，船长拿来射我，不啊！我会觉得他的动作，这个动作真的还蛮像的。你这叫声可以再射一点没有关系。哦，这个手速，这个手速。所以你是偏左边还是偏右边？我是说杆子的部分。那你就回答你的问题。好香哦！只能吃一片哦。你，我觉得你闪远一点，你闪远一点，因为他眼睛会被那个辣到。快快快！
这个又是什么？捕捉鱼的头。捕捉鱼的头啊！哦，这看起来好像鱼肚的那个软肚。南区阔叶菜，但是它看起来很像大陆妹。这个是搞鲈。搞鲈。搞鲈是叫什么鲈？叫哺乳啊。啊。啊？小猫。他是问你要不要让猫入菜啊？先不要。你有吐啊？大便。你不知道吗？他刚开始的时候在船舱后面大便。啊、哦、啊、哦、是啊。那时候不是在码头说等一下到点，我第一件事想干大事。我要先干一下人生大事。我不知道，我没看到。我跟你说，我本真的掉哎、欸。我本来很想告诉你，但是我觉得你可能会很兴奋，所以我没讲。我会转，我会转过去一直笑。到后面的鳄鱼啊，越来越大只了。哦。哈哈哈哈哈。都是来吃灰灰的 A 嫂。那只是那个太大只，那一只短只有这么大吗？没啦。没有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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真的吗？我觉得它很大哎，而且我那时候它喷我都看到什么了。还有，我觉得最奇葩的是他，就喷的时候他也这样。哎，还有一个人在睡觉都不会起来的，好厉害哦！他还在躺哎。他说你喷我吧，你喷吧。你们觉得静静喷的是水，喷的是墨汁，我什么东西？哦，墨汁啊？为什么？干了。一进门就看到这个，对，我就是觉得有点太夸张。这边是吊什么？大竹箱。这边是冷气房。哦。然后我刚才有看到这鱼疗是什么意思？鱼疗 SPA 应该就是温泉鱼。很像是那个温泉鱼。哎、欸，不是要钓虾吗？我要喂鱼啊！哎、欸，你们怎么不来吃？吃我，吃我。在这边泡咖咖。那我觉得我等一下就坐在这里赖着，是不是？我不知道你在马来西亚这么受欢迎。啊！尴尬了，哦。你印太多张了吧？哇，我哇，还有我代言的游戏照片哎，两台，这台吗？两台一样啊，两台一样。好哦，是不是有点稀花？